前一阵子，高律师因为我把大衣损坏了，我赔了他一件新的，花了一些。除此之外，打官司花了一些，就剩下这些了。谁信呢？我已经和你们说过了，我真的没有钱。我都已经自顾不暇了，我怎么去帮你们还房贷？你们这么逼我也没有用。珍珍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哎，永宁不在了，指望我和你妈根本供不起那个房，可是又不能眼巴巴的看着断贷吧，所以我就跟你妈商量了，不如把这个房子租出去，租金加上我们两个的养老金，刨去房子的贷款钱，还够我们俩的生活费，不会给你添太多负担的。把房子租出去？已经租出去了。所以你们是要搬到我这儿来住？怎么着？不能住啊？这房子是我儿子买的，人家律师都说了，这房子是我幽宁的遗产，有三分之一是属于我们的。房子有你们的三分之一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以后找时间再慢慢商量。可是现在这个事情你们也都清楚，许幽宁的债4000万，你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三分之一啊？我完全可以啊，我们可以承担，只要法院判下来我们就可以承担。行不行？我说不行。你说不行？你算老几呀？你哪单位的？我的单位是北林律师事务所，我是阮真真的代理律师，我有权利替他拒绝不合理的要求。高律师，你不是说你还有事吗？你可以。还有，我觉得这位阿姨精神状况不太稳定，我建议你们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。哎，你这你好了，够了。高律师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你不用多管闲事。好，我不管。阮真真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